又到了烧烤的季节，这个海鲜西里烧烤一共花了31块钱，还是非常划算的。哇，香辣美味！夜市里的西里烧烤搬到了家里，唯独缺一点夜市的氛围，但是一个人在家享受这么多菜还是不错的。哇，这个粉丝和金针菇太香了。又得有朋友说这是通风套餐了，此时此刻最不能缺的就是这位精酿，你干了我随意。